Mosco. 大佬神父, 鸭斩斩, 奶过斩豆桂鸭, 蒸豆火, 这条靓女刚洗我, Abraham. 的胃口, 我60寸奔走都已经斜能直晒了。 人是有同情心的，初时我很自私，因为不爱表哥，但结果表哥娶了你，所以我又对你有些憎恨。但是自从阿马小姐来了之后，我发觉到表哥为人原来是这样的，所以我觉得你很可怜，我就开始同情你。 表哥，我知道表叔而家喺边度。Abraham 细佬，你条捻样都几识食个噃。你兄又系中华民国广东省中山县蓝镇嘅名门望族，佢老爷李文琪做养子生意。 喺无良局做总理，老母何少琼向西区妇女会搞苦改运动，李兴柔向屋企排第五。佢个六妹李以柔拉救妹李真柔都系杀女，引死男人。李兴柔读翻书，最初响圣约翰英文书院搞机场，收尾去咗易通英文书院，俾果树个老细杨大伟沟咗。 郭斗阳继位都系中山南镇人，旧拜喺省城耶稣教岭南大学毕业。佢老豆咪系香港教育司处国际长督学杨德尔咯。佢家基做九龙城太子道门排292号人信英文书院个校长。中华民国45年12月12号礼拜三，娶李兴柔做老婆。 满头黑响石塘咀金陵酒家摆起酒，唔知当晚有冇请返成班堂细路举阿姑、好似波姑、景姑、美丽丽、万红女、宝玉嚟大摆花宴呢？杨帝伟又响九龙深水埗元洲街门排231至237号，一连4个铺位，开间易通英文中学，家基做返校监。 被佢女人李兴柔做校长，不过呢段婚姻去到24几70年代就玩捻完。大佬神父李兴柔喺中华民国45年4月11号礼拜三晚头黑7点向李母台踩台板，帮佢老母何少琼果当西区妇女会议演，做出香艳肉感宴请广府督督亲。 唐公以梦，一晚就筹到成5盘含笼嚟开间托儿所。中华民国48年开始入咗中英学会玩话剧，谭晶做太柱，喺李太白做杨贵妃，红楼梦做薛宝钗，赵氏孤儿做庄姬公主，全草心做乐宝琪，影画戏都有踩过，喺逝去的爱做陈伟芳。 丽娘陈夫记做王玛丽，血字第1号咁。 Abraham 细佬，点子啊？呢条后婆李兴柔，连公仔箱嘅幕前幕后都有掂过噶。中华民国53年初入香港丽的影星，拉里鹏飞做我是正探，跟住做过寨、甲、春、秋、草青青、小凤仙咁。离咗婚后。 那日鍾意着埋啲迷你裙，露出大髀益街坊，后来又开咗间时装店，向无线就做编导，好似中华民国66年嗰套得8集嘅《胡桃布快》，就系佢嘅杰作，由卢地域、叶夏利、江毅拉后婆罗兰做嘅，笑撚死你冇命陪。